健康宝是由香港中文大学赛马会刘金仲护老友医道研发，专为长者和照顾者而设的流动应用程式。很多时候长者在日常生活上都会觉得有点不妥，例如视力看东西不好啦，觉得整天都很累，双脚还会发软，提营养吸收也都会出现问题，记忆力整天越来越差，他们会走去看医生，但是轮候的时间又很长，很不容易终于见到医生。但是看完医生之后，医生说你并不是患病，而是退化。在短短几分钟的诊症时间，医生也都未必可以提供到很多建议。这样的情况长者可以怎么算好呢？你需要一个全面的老人评估 APP 健康宝，为自己做好健康管理。使用健康宝有助长者和照顾者监测长者的健康状况，同时透过观看护老有医道的护老教学动画，提升长者和照顾者的健康素养，照顾长者的时候更加得心应手，从而减少照顾的压力，亦都提升长者的生活质素，达至居家安老。请即刻下载健康宝，等你随时随地了解长者的健康状况。家有一老亦有一宝，一宝就是讲紧健康宝应用程式，提供11个免费健康筛检，过程只需要回答几个问题和做小测试，轻松简单，2至3分钟就可以。还有丰富的护老教育资讯和社区资源，快点下载啦，随时随地了解老友记健康状况。